吧，我练表示他不想实况，所以我来帮他实况一下。我是 GB， 不是，我是五十铃。OK， 现在场地又再次回到了停车塔的区域站。这是一次今天第二次来到这个场地了。这个场地最大的特色就是围绕着两方高台的激烈攻防。由于区域有两块要取得分数的话，必须要有两块都占领，所以是非常激烈的一张地图。好，绿啊可以，绿啊好。副群长就是我们的美女主播黑的长。目前可以看到雷城，等一下。可以看到花枝，也可以看到我的花枝哪有那么可爱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对比实在太长，叫做可爱花枝好。我也看到可爱花枝的鼻息非常的运动派，马上就冲进，马上就可以冲进另外一个人。鼻息啊，鼻息，不要讲的那么难听，鼻息是绿色的水桶，非常快速的水桶。只是这一对是哪一对？我就忘了。你要说回到大画面吗？大画面。走。花枝可爱跟另外一个是哪一个？刚没看到。好吧，没关系。那总之现在黄队这边把场地抢回了一半。牙刷视频想要扭转劣势，然后牙刷还是一样非常的灵活。然后双拳单臂出手，他被紫队的人打。不过他牙刷的这一个特工并不是没有效果的。目前是用前期的被分出队。现在画面回到了真的是很快，没关系。目前人数优势由紫队取得人数优势。然后刚所谓的黄队似乎曾取得了优势，然而紫队的鼻血依旧非常进攻的火力，我们的刚刚前面的主播非常的凶悍的跑到敌方的高台上，试图取得优势。雨果现在回到场中间，他不但追着狙击手想要打他，然而他遭到包抄，壮士会所生气。现在镜头来到了黄队的，狙击手。这个狙击十分的进攻，会往前推进，搭配射击，所以他把攻击的左方的水平到了。目前可以看到双方人数1-1，然而黄队这边的狙击开启他们的大乱乱，想趁这个机会多取一点。然而现在紫队已经到了前线，试图阻止黄队狙击手。目前黄队的分数只剩下来到最后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3，对不起，我讲太慢了。总之，黄队取得胜利。练得太慢了。其实真的不是秒数，哎，他的倒数速度其实比秒还要快。是啊。对。是啊。好险！C 加战队拿到1分。哦，原来是第一队是 C 加战队，刚没有记清楚，不好意思各位。好吧，打完单。OK， 目前由 C 加战队取得了1分领先，下一场是什么样的规则呢？抢鱼。OK， 嘿 ，Rainmaker， 又有人断线了，要稍微等一下。这是诅咒吗？OK，
现在我们的第八位对手选手回到了场地中。OK， 队友，等一下，他是红队吗？队伍现在没有问题吼。好，那进入比赛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OK， 难到了我们的农园 ，Kelp Dome 这张地图是所谓的，它所谓的 Dome 是温室的意思。这张地图会围绕在大量的金属网桥以及场中间的，高台作为攻防。这张场地里面的这张场地由于非常广大，所以呢，在鱼的攻防上选择的路径非常的重要。它在进入终点之前会拥有非常大的窄路。那进入终点中有两条主要路线，一条路线容易推进，一条路线难以推进。但是容易推进的路线同时也容易被逆转。那究竟哪一方会取得这第二场的胜利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Make it rain。说真的啦，为什么那只鱼炮叫做 Rainmaker， 我还是搞不懂。OK， 西家战队这，西家战队看起来对于破鱼防护罩上稍微占了一点点劣势，沙地上占了优势。然而西家战队，还是在破鱼获得了优势。目前西家战队的蜡笔打算走最短路径前往敌方。糟了，难道会一次达阵吗？然而我们的 C 加战队似乎被雷神追上了。怎么断线了？有人断线了是吗？糟糕，由于刚刚有人中途断线了，所以这场比赛可能要暂时无效了。糟糕，要再见。断线的是哪一队啊？好吧，总之 C 加战队好像有一人断线了的样子，是吧？其实我现在看不太出来，没错，是 C 加战队刚的蜡笔刚断线，他刚快要达阵的时候，不晓得为什么突然断线。就算有人断线了，这家战队仍不打算马上放弃，想要战到最后一刻。不对，这家战队是蓝色这边。目前的可爱章鱼正在进行可爱花枝。对不起，最近章鱼给人的 impact 实在太重了，所以让人忍不住想说可爱章。什么时候章鱼第六季想要出啊？我等好久了。可爱章鱼获得鹅蛋，可爱花枝获得了胜利。然而 C 加战队少一人，这样子的比赛结果呢？这样子比赛结果是否算数呢？好吧，是因为是西加战队这边断线，所以刚这场比赛必须重赛。让我们等待西加战队出开场取得极大优势的蜡笔重新入场。其实刚蜡笔假设没有断的话 ，C 加战队已经达阵了。OK， 没关系，那要同一个场地吗？那选一下吧，温室。不是这里，这里，对，这张莫斯谷农园 ，Kelp Dome。OK， 目前让我们等待一下蜡笔选手再次入场。OK， 那现因为刚刚蜡笔断线了，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再进行一次比赛。等一下，红色，对 ，That's good。OK， 刚刚的比赛不算，所以这次重新再赛一次。根据店家的规则，第二场假设真的有人断线，那大家也只能硬着头皮比下去了，毕竟我们的时间有限。
第二场比赛准备开始。OK， 紫色队伍对对方的颜色是蓝，绿色队伍。紫色队伍是我们的 C 加战队，绿色队伍是我们的我的花枝哪有这么可爱？你说对不对？好了，我讲完一次了，接下来请让我讲单纯一点点。OK， 目前可以看到可爱花枝的北斋走的领取走的偷袭路线绕到背后，他的偷袭是否能成功呢？看起来北斋还没到这里偷袭之前，我们的雷神就已经偷袭成功了。现在可爱花枝取得了人数优势，他们看起来想要一卸刚刚一开始就被差点打正的怨气。然而我们的雨果第一场的主播雨果不晓得为什么上了铁网就跳出来。现在西加战队拿到了雨，他打算走正攻路线，正攻路线十分难突破。然而在正攻路线的一套的压制力很强，然而很可惜他遭到了途径战队的攻击，一套被击破。然而目前以驴的位置来讲，我们的西加战队仍处于优势。可爱花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赶快把驴从危险的门口拉走。然而出来却被西加战队的选手们抓得正着，驴来到了中央。然而西加战队取得了人数优势，可爱花枝仅剩下大本命人。西加战队人决定冲进可爱花枝的本阵进行大闹。是不为鱼号开路，然而被北斋这个，然而被嘴斋这个不惜生命的冲刺成功的阻止了。但是西加战队最凶狠的高压水柱已经打开了。目前西加战队分数来到25-0领先。然而在这一张地图，25的领先并不能代表什么。糟了，看起来可爱花枝队有一点癫慌了。其实这张图应该绕后面。糟了，看起来西加战队的搬鱼手不太行啊。糟了，我们西加战队，对不起，我好像讲错了，是可爱花枝队。OK， 可爱花枝队的搬鱼手总算了解了路线该怎么走，他开启了新的正门。然后西加战队的人已经掌握了这个时间，赶快往前推进。没关系，常有的事情，我们大家都。所以问来原始了。哦，目前西加战队似乎打算走铁网上面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，因为在铁网上面的话，一套可以拥有很高的进攻力。其实鱼套在这张鱼套的攻击非常好。哦，西加战队打胜了。他说我们不管断几次的。西加战队表示，要不是刚断了，我们才不会输呢。OK， 西加战队取得一胜。所以现在是几比几啊？2-0。所以败部占第。